看看新闻网。近日，陈乔恩现身上海出席时尚活动，一身露背装的她也被众人关注。同台亮相的是曾和陈乔恩主演《剩女的代价》的张翰。和郑爽分手后恢复单身的张翰，即将迎来30岁生日。都说三十而立，在事业上小有成就的张翰坦言，30岁的自己还有很多梦想没有完成，感情就是其中的一部分。我本来认为的30岁的梦想其实还没有完成，就是包括你所谓的，你说婚姻的部分是吗？我觉得最起码有5年以后吧。